不要拍了。老师写，老师写。很厉害，老师写。快写了，老师写了。我叫老师写啦。老师写很厉害，真的。有钱真好，还很厉害，还很厉害。老师写很厉害。不要再哭了。很厉害。所以横批到底是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很好。真的吗？因为有这种偏见好吗？